底潜水如果碰到了海龟，其实呢相当多的游客呢都会觉得相当的新奇，停下来多看两眼。但是呢碍于法令，因为现在呢触摸一下海龟呢有可能要被罚30万元，因此呢就出现了这个相当逗趣的画面，是呢海龟制造了假车祸。来看看这个画面，过了配乐，其实这个画面真的是相当的可爱，因为呢海龟故意来碰触了镜头，而游客呢自己是讲说我们真的是没有碰海龟哦，因为根据法令，如果呢在海底呢碰到了这些保育类的生物呢，触摸呢其实是有可能被处罚的，而且罚款呢是重达了30万元。因此现在呢许多的游客呢看到了这一些海龟呢，虽然感到新奇，但是呢也要严谨的来顾好自己的手。所以呢这个出现了这个假车祸的情况呢，就是海龟呢游到身边来，刻意的去碰触了这个游客，所以呢也让人家觉得相当的有趣。